只要你幸福，我就幸福。嫁给我吧。拿出大大的钻戒，男主角单膝下跪，许出一辈子的承诺。女主角难掩喜悦，大声地喊出：“我愿意，我愿意。”七夕情人节即将到来，不少情侣都会选在这特别的一天表达对彼此的爱意，甚至还会准备一场甜蜜的求婚。而宜兰县今年特别举办求婚送婚纱照，还有五星酒店住宿，就是要让有情人可以留下难忘的浪漫回忆。我觉得，因为它晚上这个灯，水灯、水光很漂亮，然后还有晚上这边会亮灯，我觉得很浪漫。走在这边啊，跟他喝点小酒啊，感觉特别好。民间传说与现代科技打造的船艺蓝眼泪，美丽动人，也成为七夕浪漫必拍景点。很浪漫，很浪漫，对，很浪漫。镜头一转，来到澎湖，为了响应七夕情人节，在情人节当天有长达十分钟的烟火秀，就是要让大家有个闪到不行的情人夜。七夕情人节即将到来，全台各地都陆续有活动登场。除了吃浪漫烛光晚餐，如果再有个美丽场景的夜晚，必定会让情人节更特别、更难忘。记者林医生林春芳，宜兰澎湖报道。